玉。玉，食之美者。在中国神话传说中，水神共工造反，与火神祝融交战。共工被祝融打败后，他气得用头去撞世界的西方之主不周山，导致上天塌陷，天河之水注入人间。女娲不忍人类受灾，于是炼出五色玉石补天，挽救了众生，人类得以安居。又将补天多余的玉石散后落在大地，千样玛瑙万种玉由此而来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一块不成形状的石头，经过切割、雕刻、打磨、抛光，最终才现其光华。亮料取材，因材施艺，玉匠巧妙地运用玉材，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，寥寥数刀，将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，十分传神。历代皇帝的印玺都是用玉制成的。如今，玉的纹饰、创意及做工等都有很大的改进，更加强调玉的观赏性和艺术性。玉的色泽重在均匀鲜艳，无杂质，无裂纹，敲击声清脆悦耳者为佳。透明晶莹如玻璃，没有脏杂斑点，不发糠不发色的为上品。2008年，北京奥组委创造性地将玉镶嵌在奖牌之中，这一设计不仅彰显了玉的高贵品质，还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，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。中国人常说，黄金有价而玉无价。古人认为玉是山川的精英，得天地之灵气孕育而成。孔子曰，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。玉者无声，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，是纯洁之物，是美德的代名词。